姜母鸭店卖 China Girl， 员工嘴角也失手。冷气团来袭，带外国朋友来吃姜母鸭，体验台湾味。你看看还要加点什么啊？这个鸭脖用英文说就是，喂，怎么会是 Duck Buddha 呢？娃娃菜翻成 Baby Food 是只有小孩能吃吗？野菇加鲜肉变成椰菇 Mary and Mitch， 吃饭还被香菇闪到。海鲜福袋是 Seafood Bukulo， 为什么突然变成日文啊？最夸张的就是大陆妹居然变成 China Girl， 华妃都翻白眼的啦。常在这里惹人笑话吧，这个笑话真的让网友笑翻了，就连老板和店员自己也嘴角失手，蛮好笑的。对啊，我听得觉得还蛮那个趣味的。原来彰化园林附近有不少外国人，所以这间姜母鸭连锁店老板去年请广告公司设计新菜单时，要他们顺便帮忙翻译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只给两万，所以得到这种水准？就直接在 Google 里面直接做翻译。那我们有没有察觉到，没有让外国人比较容易懂，反而闹出了这个笑话。专家说，鸭脖就是鸭睾丸，应该翻成 Duck Testicles。娃娃菜是 Baby Green Leaves， 大陆妹则是 Lettuce。老板说暑假时会改成正确版，但客人看法不同。那你会不会很介意他这样翻错了？不会啊，我觉得很可爱。也是啦，全国独创吃姜母鸭配笑话，让你一整天都糗嗨嗨。地方中心彰化报道。